我这牛肉吃不正常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面，我又来了。天气热了哈，短袖子都穿上了哈。今天安排个热火的菜，光是牛腩吧哈，开干。准备两斤牛腩，要吃就吃爽，切一下。把牛腩给刀，切成大大的小块。凉水下牛肉，下姜葱、料酒，三三先出了水，出水的时候准备点辅料，葱姜蒜、几颗颗。再来点半根香叶，几个干海椒，再调个酱牛肉的料子，猪脚酱、海鲜酱、甜面酱、蚝油酱。老抽一点，生抽，搅拌均匀备用。再放清水洗干净，烧油，先下入炒料炒香，再下入牛肉煸炒，爆出多余油脂，再放我调好的酱汁，翻炒上色，继续煸炒三分钟。在锅边里头料酒，加入清水，烧开要转小火煮五十分钟，四十分钟以后放到红萝卜，放少量白糖，再放少量盐巴，再焖个十分钟左右可以哈。牛肉软烂，满面飘香就可以了哈。起锅，点缀点蔫不拉几的香菜。就这个广式牛腩包，我厚着脸皮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。来哟，去。要得，开干。我跟你说，没经理的，有经理的我分个不动。啊，这是广东弄饭，我们祖籍的弄饭。还是酱香味啊！我觉得这个方法做鸡鸭鸭应该都很好吃啊。我这牛肉吃不长胖。牛肉食物的很当然。啊。哎，好香！老少皆宜哈，小朋友可以吃。哎。不要说了，说全了。Hello， 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，给我先放龙头，喜欢我们，我是阿明，我是阿明，我们的人，拜了个拜。